青年代表社会未来希望，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中医师陈中奎获得2020年花莲县社会优秀青年奖。这比较特别是，当每个人都有糖尿病跟高血压。陈中奎在2019年跟随慈济基金会到约旦替叙利亚难民发放和义诊，他对偏乡医疗相当热忱，每周固定到秀林、玉里和台东关山支援会诊，更多次参与各种大型义诊活动。非常感谢我们中医部大家团队的合作，让我能够获得这个奖。那获得这个奖对我意义比较重大，让我更能支持我继续在这些地方服务下去。许智慧是本县优秀青年代表，将接受全国表扬。全国表扬代表吕智慧是花莲县警察局科技侦查队小队长，侦破不少枪击案、贩毒案和诈骗集团，维护治安不遗余力。很感谢哈，常常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获得这个优秀青年奖，致力为我们花莲县的治安能够做更多更大的努力。优秀青年是社会栋梁，给予奖项肯定自我，期盼能持续秉持初衷回馈社会。大爱新闻杨爱婷、刘宏志花莲报道。